Left my doubts at home tonight. Me confidence can't come and take a bite. My skin, my hair, they shine so b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it feels so right. Careless, fearless, standing tall. Limitless and powerful. Stronger than I've been before. I'm here to hit the dance floor. Baby, don't know it took some time for me to feel right, for me to feel alive. I got my satin dress on, you know it. No one's gonna stop my dancing feet. I'm on it, iconic. Got my body moving to the beat. My dress on, you know it. No one's gonna stop my dancing feet. I'm on it, iconic. All I know is I just wanna dance, dance, dance. Wait.Playmate 玩咩好？边度好玩？我哋去玩。今次一连四集会同大家喺一个星期里面游走云南省多个城市，感受春夏秋冬四季，将各个美景尽收眼底。率先我哋嚟到云南省西南端，好近老挝、缅甸嘅西双版纳、泰族自治州，初上体感39.5度嘅高温。住埋2023年新开业嘅酒店，系星光熠熠嘅夜市，试下着泰服打卡。第二日搭飞机去到平均海拔2700米嘅丽江，入住充满茶马古道特色嘅酒店。第一次行上屋顶，远距离睇雪山，再去到玉龙雪山下面打卡影靓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在第四日再去埋平均海拔3400米左右的香格里拉，终于感受到咩叫缺氧。在酒店的露台可以远望独克钟古城，呢度实在太靓啦，完全唔舍得走。之后坐足4个钟火车嚟到下一站大理，做车揸到去山上乐园，尽情玩山地滑车。我想讲呢度系一个天气变幻莫测嘅地方，上一秒晒到窿，下一秒竟然系疯狂落雨，搞到我哋第二朝即刻改变行程，赶高铁去到昆明玩尽最后一日。大家见我哋行程排到密密麻麻，好似好赶，想知我哋系咪用尽每一分每一秒？行程中发生咗啲咩咁唔好彩嘅事？记得留意住我哋一连四集嘅云南特辑，我哋飞啦！喺 plan 行程嘅时候，留意过香港机场出发同埋深圳机场出发嘅航班。俾大家一个小贴士，如果去昆明、大理方向，可以喺香港出发，不过直航嘅航班比较少，深圳出发相对比较多。如果去西双版纳方向嘅话，就只可以揀深圳机场出发。由于我哋第一日系去西双版纳先。加上要搭朝头早6点飞机，所以 book 咗跨境车，直到深圳宝安机场，约好司机凌晨3点半，好准时，仲要早到。佢好好人啊，仲帮我哋搬行李。私家车内笼超干净，冇异味。司机全程都好专心揸车，沿路好平稳安全，舒服到我哋都瞓着咗，直达深圳机场。如果几个人或者一家大细，这个方法去深圳机场是最舒服不过啦，价钱就大概1000元左右。我想讲凌晨的深圳机场一样好多人， check in 之后入到去禁区嗰阵，发生了个小插曲。我哋其中一个就行依度好顺畅，点知另一个竟然显示冇航班资料，但系明明 check in 咗。重点将登机证喺行依度嗰位嗰度，即系我啊！结果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出回去给翻张登机证，他行人工通道。在这里呼吁大家，平时不上大家就行这里啦，来到机场尽量都行人工通道，减少不便啦。禁区里面都有几间餐厅已经开了铺，简简单单两个人嗌了一份10多元的煎蛋饼做早餐就上机。今次去程搭的是东海航空，之前上网做了一些 research， 知道窗口比较奇怪，不是一排一个窗口，而是一排一个半窗口或者两个窗。如果没运气的话，有些是没窗的，反而凳的空间感觉阔落过香港某些航空公司。
两个零钟的行程，空姐都有派樽装水，而小食有味道不错的鸡肉米汉堡。眨下眼就降落西双版纳加沙国际机场，这个机场规模都几小，它只有一条行李输送带，外面就已经是网约车上车点，不需要提早叫车，因为一叫就有回复。一落机，我哋见时间尚早，即刻出发去酒店放低行李。喺机场打车过去石亚绿洲酒店，只系需要15分钟左右。酒店设计简约朴素，采用咗沙漠嘅建筑颜色。第一个感觉似系沙漠里面嘅绿洲。室外有个户外游泳池同埋 mini bar。室内有个大梳化大卡位和早餐区，下一层有洗衣房和迷你健身室。我们就 book 了 Gisa 大床房，房价大概1000元左右，房间45平方米，空间充裕。洗手间就采用智能马桶，淋浴室热水供应稳定。我们就略嫌洗手盆可以摆个人物品的位置比较少了，而浴缸呢就在露台旁边。 mini bar 提供汽水和茶包，特大双人床两米阔，床头有 USB 插电位，玻璃门外有个小露台，朝头早可以在这里喝杯咖啡提神。整体房间舒服干净，距离周边的曼听公园、告庄西双景、大佛寺、星光夜市等等的景点都不远，十零分钟车程就会到。放低完行李之后，打车去填饱个肚先。听闻在告庄西双景里面有一间未开铺已经一早排长龙，甚至出现收费代排队的人气餐厅春武里。我们朝头早10:08来到，已经见到排队等位。这里设计小清新，带啲热带雨林风情，全部都是室外座位，没冷气，不过每一台地下都会摆一部大风扇，所以不会太热。来到网红餐厅，梗是要嗌他们必点的菜式。首先来的是越南烤肉粉，有一件迷你牛肉饼、烤五花肉、青瓜丝、生菜丝、花生碎，它和粤式焖粉没分别，不过就要全程自己捞匀，捞埋五花肉酸酸辣辣的酱汁，开胃得嚟又有后劲的辣味。另外再嗌咗一碟小食檸糖雞翼，基本上每一台食客都会必点，炸得热辣辣，每隻雞翼面层都放咗一片厚切青柠，而青柠上面再铺满糖。食雞翼之前折一折柠檬汁，入口酸酸甜甜脆卜卜。甜品梗系唔少得啦，呢个芒果糯米饭属于正常发挥，冇咩特别惊喜，芒果亦都偏酸。食饱口渴，梗系嗌翻杯嘢饮啦。呢度嘅春武里三兄弟，佢每粒冰都有专属口味，分别系奶茶、红茶同埋绿茶，而牛奶就另上嘅。不过每一杯嘅奶味都偏重 ，cover 咗茶味。名副其实，好睇不过唔好饮啊！普通一个午餐，两个人埋单192元，哇！呢度嘅物价指数都偏高啊吓！我哋沿路一路行，会见到大大小小出租或者卖泰服嘅店铺，款式大同小异，规模大啲会包埋化妆，价钱自然贵啲啦。另外随处可见有摊档都会卖泰服。不过款式自然比较少，感觉好像在女人街买衫一样。晏昼的太阳正正在头壳顶，原来现在体温已经39度了，真是超级热啊！食碗沙冰降下温先。这间是有3间分店的远泰，在告庄西双景里面的热门咖啡厅。来到这里一定要嗌佢35元的椰子沙冰同埋25元的泡鲁达，如果打卡收藏仲可以免费有冰箱贴。椰子沙冰卖相好打卡，
椰子味好浓，几块面包入口依然脆卜卜。高温下食沙冰真系好消暑。而呢一份泡鲁达系缅甸泰国著名嘅甜品，逐渐传到去云南，里面有牛奶、西米、紫米、椰丝同埋浸喺面层嘅奶油面包。第一次饮觉得好新奇，几好饮。不过见到夜饮里面有面包，而且浸到软淋淋，就觉得有啲奇怪啦。加上价钱都系偏贵，唔太推荐。叹完个下午茶，继续出发，行下行下，见到一间卖泰服衫，而且价钱唔贵，买咗男装女装各一套，讲价之后$115成交，仲可以即时换衫。女装嘅话，依依仲会帮手着，因为后面要打结，衣服质地正常，唔会有吉肉感觉。沿路散步，停低打下卡，行下行下就嚟到夏芒东南亚雨林餐厅。在这里打卡一流，环境充满热带雨林气氛，同样都是没有冷气提供的。我们就叫了$49，感觉似煎蛋的曼谷金包肉，也买酸辣酱汁，味道不错。再叫了$56的拉拿浓汤，配料很多，有菇菌、蔬菜、鲜虾和粉面，味道就啱小朋友了。另外$28的飞天通菜就正常发挥。另外再嗌了$66一份的泰北烤鸡，配搭微辣酱汁，鸡肉五鞋，再来一杯青椰青瓜冰，成餐饭好饱，一共使了$199。这间餐厅距离夜市和大佛寺好近，行过去必行的星光夜市10分钟左右。去到夜市入口要登记扫 QR code 入场，不过是免费入场的。大概6点左右开始会陆续出来摆档，这里拥有中国最靓的夜市之称，结合了独特的宗教建筑和人民风俗，到处都是泰族风情，不用出国就可以轻松体验泰国、老挝、越南等等的特色。这个作为全亚洲最大的夜市，有很多美食小食，特色手工艺品、手工香簡花、泰族服装等等。夜市不定期还会上演精彩的民族歌舞表演，完全可以体验到西双版纳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大佛寺是夜市里面必打卡的地方，所以在任何位置打卡，上里面全部都是人头、人头和人头。而夜市里面还有几个打卡位，不过是需要给钱的，至少$10位，感觉就有啲呃游客啦。今日一日之内食咗2间泰式餐厅同埋1间甜品店，都觉得呢度嘅消费比得上香港。相信因为西双版纳系游客区，主要靠旅游业，所以消费指数偏高。而西双版纳俾我哋感觉就系好似泰国一样，夜生活为主，越夜越精彩。不过可惜的是，我们听朝一早起身要搭飞机去到丽江，所以要早点休息。出发去云南之前都看过不少评论，表示丽江很容易有高原反应。我们在香港药房买了一盒香港注册的海拔色，啱晒去高海拔地方的时候用，减轻高原反应。我们在出发丽江之前一晚已经开始吃，想知道我们去到丽江有没有高原反应，丽江景色有几靓，入住的酒店是怎样，云南米线好不好吃，记住留意我们云南之旅的第二集啦。如果你喜欢这条片，记住 like、订阅、share 和留言给我们，我们下条片见，拜拜。